好啦，下一套啦呗，就今季另一套搞 game 改編啦，就係咩真劍咩叫咩真劍啊，喂咩認真和我戀愛會亦做時間啦，冇理佢啦，唔知啊，我都係重複呢個新番所講嘅嘢啦，呢個絕對係一個廣告嚟嘅，咁有馬去到中段都可以同意我，因為見到呢不死村係會自己有一集嘅，唔係你會見到嘅開頭交代各個女角故事得半集嘅啫，但啲你喺不死村呢就一集嘅係。真係氣氛就好多嘅，係點解？佢係咪變成可攻略下一集？係下一集，同埋啦，你一個四天王面嘅學者嘛，都係可攻略噶嘛，佢變咗做。唔係，仲有對家嗰個昂居居好眼瞓嗰個二姐，二家姐。咦，都覺得可以。嗰、那個可攻略。食肉瘦嗰、那個，哇正喎，唔錯喎。嗰、那個可以可攻略。我中意喎。咁啊，其實呢套嘢有啲咩講呢，就我覺得冇乜特別嘢講嘅。佢好似好有主線，開巴扎隻朋友，乜都冇發生。但係佢依個故事已經係原創㗎，有啲位係嘛？我冇玩過遊戲喎，我唔肯定啊，但係嗰、那個四天王嗰、那個鐵嗰、那個鐵嗰、那個人咧存唔存在咧？即係第一代，依、這個我唔肯定。但係我記憶所及就好似冇㗎嘛。我冇玩過遊戲，你唔好問我。我唔記得啦，因為我又查唔切啊，依、這個又咁啊。但係整體而言，其實佢算做得幾好嘅，我覺得。邊方面好啊？邊方面啊？劇情我覺得麻麻地啊，真係。因為其實佢始終咧，佢就集中翻主要話男女主角啦，你可以當話即係呢個幽默台嘅大和啦，同埋阿摩摩卡啦，即係大家姐嚟當係嚇。始終集中於嘛，咁其他女角作於一個支線同花瓶配角底下咧，咁啊佢又各自各有演繹咁樣，但係同個主線即係唔會變得做係每集就淨係可能講一個兩個女角啊咁樣，當然啦會有一定份女呢啲位，但係佢唔算話係好重點咯，即係佢頭嗰一開始嗰幾集咧就係、是、講下呢啲嘢啊，跟住去到後段就會變翻話去翻集中翻條主線度，可能話咩打下啊，或者話出現嗰個陰謀啊嗰啲嘢可以出嚟啊。咁原來佢最尾咁繼續打啦，都係咁樣。因為佢第二集嗰陣已經達出咗佢搶軍火客伊人嗰度㗎啦嘛，咁嗰度去到後面咧會知翻係咩嚟㗎啦嘛。咁然後後尾呢個前期黑幕同埋最終亂入嘅舊時嘅死天王嗰、那個灰頭髮嗰個叫咩屈係嘛？卡茲班牙，好似係一餐。係啊，嗰、那個作同阿摩摩克仔打嗰陣，咁啊會最後帶翻出嚟嗰人工兵器嗰樣。個人工嘅手手腳腳啦，人工死肢嗰樣嘢嘛，人工異體啦，冇人工異肢啊。咁其實算係做得唔錯㗎啦，因為就依只間公司其實佢應該過去都係新，都算係新嘅，都算係新公司嚟嘅。咁依只應該係第二隻作品嚟嘅啫。咁啊，當時嗰、那個當年啦，嗰、那個迴響其實對呢只作品嘅評價都其實都算可高下嘅嚇。雖然感覺上我覺得係其實幾老近嘅，唔知點解。咁有買你有啲咩感覺？冇啊，佢呢套故事很明顯嘅，其他咩所謂其他幾位四位女主角，任秀或者嗰幾位女主角其實真係影全場嘅啫，同埋佢哋攞嚟鬥人數或者即係敵人四個角色啊，我哋派四個角色去打啦，就咁樣用嘅啫，冇特別噶啦就，係啊，即係得魔王先至比較有啲發揮，真係可以即係可以擔下大旗，而家啲就係、是。可以封建家族成班人衝過去啫嘛，計人數啫嘛，唔好理佢哋啦，真係。即係你要講翻封建家族，即係嗰班黑衣人嗰班咧，係嘛？唔係，即係阿神谷嗰班人朋友班嘢衝出嚟，係、啊、咯。錯，即係同埋神谷好似講到話佢係智障，但係成套嘢咧，龜波起功之下咧，其實用字冇分別嘅就係、是，即係嘥咗嘅一次定係。都唔係嘅，即係你譬如話佢第一次喺呢、這個好似飛獅王啊嘛，第一次啫嘛，工廠區打卡茲班牙。或者你第一集嗰啲十面埋伏啊咁嗰啲，但之後冇曬啦嘛，之後變咗揸高達啦條，之後佢變咗揸 lightsaber 咯，唔知點解啊，同埋咧，福山潤慘死咁咯，唔好理嗰個人，同埋有一個好比較緊嘅地方就係、是、開頭會講到話你愛國家，但係國家唔愛你，即係呢比較好似好深嘅議題，但最尾其實係其實就冇乜探討過嘅，氣就氣咗冇曬啦，最後、你好明見到嘅，當國家。即係家破人亡嘅時候，啲女係做咩？爭仔打交，你知道呢套嘢其實質素唔會好多邊，真係。咁又唔關事嘅，因為佢係有個大叔亂入啊嘛，係個大叔亂入咁啊，同佢講翻話，佢諗翻起佢爸爸話咩？呢個我放棄日本呢個國家啊！我受佢阿爸喺邊咧？真係佢阿爸入邊有冇講過嘅？最尾但係佢會出咗場出個樣講講係咯，又冇曬又。咁嗰個大惡師先有嘅啫，不過阿爺嚟嘅。系咯，咁呢套嘢总的嚟讲，其实我觉得都系一般嘅就真呢套嘢。都
即係點講啊？你好難有咩笑下，其實佢又唔算好笑嘅啫。但我覺得其實佢如果撞於一個有打鬥成分嘅《Galo Game》改嚟講，其實佢做咗幾好嘅咯。你講冇打戲，即係打鬥位啊！佢冇打戲好普通嘅真係。啊，即係當然啦，你即係我覺得 OK 嘅啦。即係你唔好評論嗰啲咩瞬間回復啊、人肉炸彈啊，我講佢啲鏡頭啊，其實你好平平無奇喎。你同季你當就算唔係同季其他戰鬥翻動畫嚟睇，佢啲鏡頭好隨便嘅。咁佢唔係戰鬥翻啊嘛。咁你揾到佢戰鬥翻動畫？嚇、啊，冇啊！戰鬥佢啲戰鬥啊，站於呢個《Galo Game》改嚟講算係唔錯嘅嘛。咁樣咁冇嘢講啦就。係，即係你當然啦。如果你當呢個非系列嘅都係《Galo Game》改嘅，咁其實佢真係咁你攞嚟比嘅。咁當然啦，佢可能有得比嘅，對比呢個第一季嘅動畫，即係06年嗰套，因為大家知道06年嗰套飛嘅有啲位係比較遜色嘅。咁整體而言啲聲優點咧？你覺得？聲優啊，冇啊，我覺得任秀講得幾犀利咯。任秀即係重鋒啦，但嗰其實應該係自己講嘢嘅啫喎。唔係，應該係自己講。你最後一集咪係爆咗出嚟啦，佢導演咗把聲啊嘛，就係、是。佢自己講嘢嚟嘅啫嘛。係啊，我覆語熟啫啲，真係。係啊，覆語啊，我諗唔到個字啊先。咁所以點講？不過其實幾好笑嘅，你見到佢其中有一集，譬如話講下Christina 嗰個好似係嘛，即係用呢個西洋劍嗰個啦。嗯呢、這個同呢個大男主角大和玉八相見喺廁所，跟住俾人一日踩住個頭，喺度解釋過，日本傳統咧都係男女唔著衫咁可以睇㗎。神功本來就咁變態㗎啦，正常啦，真係。咁、你覺得喜歡人，我喜歡人係咪一個好值得好害羞嘅嘢咧？咁樣啊，唔係喜歡人係好好嘅，係啦，所以我都會喜歡喺個女生嘅裸體啊，咁所以絕對係咪絕對唔會係一個污糟邋遢嘅嘢嚟嘅。即係佢成半集就係、是、喺度西洋裸體係咯，但係即係練咗神谷把聲就犀利。所以絕對可以配翻大家喺個 event handle 嘅嗰段啦，即係 opai opai 嗰啲嘢啦。即係下次前日入去就玩呢段啦。唔好啦，咁或者老都要期待下佢嘅。遊戲續作啦，睇下佢會再點。冇啊，我打不死村嘅就唔理佢啦。啊，不死村遊術啊嘛，打屁股啊嘛，係嘛？係咯，就係等佢遊戲咧續作啦，都係。好啦，咁我哋期待遊戲啦，去下一套。下一套。